你没有做有氧运动，为什么？OK，Let's、okay, go。去跑步不错啊，去跑步站。哇，一来就士兵吗？可以，我来玩士兵吧。其实我不太玩士兵。士兵我有点想玩冲锋枪哎、欸、，Let's go baby。啊，我忘记跟你讲，士兵就是站立不动时会加50%伤害，站立不动时会加50%那个攻速，然后加10%速度，然后进行范围增加200%，然后击退增加15%，然后移动的时候没办法攻击。对啊，就是站住挂机。哒哒哒哒哒。健身环，健身环也是不错的选择啊。健身环其实还蛮不错的。我们刷新，我们再拿多一个冲锋枪，我们再刷新。好，没有冲锋枪，我们再刷多一次新。好，我们下去吧。你是玩手枪，我想试试看冲锋枪。我好像还没有用过冲锋枪赢过游戏，是不是？惨。OK， 这里我们就拿一个，拿多一个5%伤害吗？我觉得我可以甩一次。OK， 我们拿一个。范围伤害，然后再拿更多的冲锋枪，这边我们刷新一次就好啊！不要刷多一次 ，OK， 我们有冲锋枪，锁起来。对啊，没赢过，惨。而且还要站立不动，其实我还蛮担心的哎，讲真的。我们就先拿个刷新好了，拿个生命截取吧，这边都感觉还好。然后冲锋枪再拿，有肥料，肥料我们可以拿起来，所以我们肥料锁着。然后我们再拿多一个冲锋枪 ，Let's go。对啊，我今天好像也有打一场士兵，然后用手枪吧，我明白的。这个，OK。树木被打一下就是拿，然后这边刷一次。范围伤害、运气、肥料、冲锋枪，再拿更多的范围伤害。冲锋枪我们可以锁起来，走吧。你说冲锋枪的声音吗？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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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一档一波的，好，拜拜。你可以把那个帅哥打死吗？谢谢。他再不把那个帅哥打死，我快要哭了。这边我觉得我们可以拿，再拿更多的范围伤害。冲锋枪肯定拿，然后这边我们就先刷新，再拿更多的冲锋枪，我们再刷新，再拿更多的冲锋枪，然后老牙其实我们也可以拿，所以我们先锁起来。OK，Let's go。辛苦了。脂肪有降下去，那就很棒啦，变得更健康就好了。
惨，就是每次玩冲锋枪啊，前面看起来很简单，然后后面就莫名其妙的就开始炸脸。就是我玩冲锋枪出来的经验。加点伤害吧，小心丫丫丫丫，我们先拿丫丫，可以增加我们的运气，然后眼镜我们也可以拿，丫丫可以增加我们的范围。头巾肯定要拿，头巾的话是因为你那个投射物会增加多一个目标，对我们来说很有用。欸，不错欸，有头巾了欸。然后这边可以获得更多 ESP， 可是生命值取减。可以，我们目前可以先拿着，因为我们还在前期嘛，我们还在气波就可以拿。然后这边再拿着一个运气，头巾拿上来，然后我们的冲锋枪拿起来，变色龙可以拿，因为我们多数都是在战力不动，所以我觉得我们可以拿。然后之后会减掉范围，可是会加 ESP， 我也觉得我们可以拿。有头巾什么都好说，人都好了，闪另外闪一个，另外一个闪不掉。OK， 这里我们再继续拿运气，范围伤害，然后我们拿更多 ESP， 战力不动的时候会增加那个回避，冲锋枪先拿。哦，其实飞弹可以拿，我觉得飞弹拿没有问题。然后我们再来一个多一个冲锋枪。哎，第九波了哎，第九波好地方，赚钱钱的时间。我被撞到，送温暖的男人，你不要走，谢谢你，送温暖的男人，有你真好。OK， 减敌人速度，减我的速度啊，可以。再拿更多运气可以，这边生命截取我觉得可以拿，铠甲可以拿，再拿更多的冲锋枪，然后飞弹可以拿，刷一个星，火箭筒不需要，水质我觉得我们可以拿，然后再拿一个那个瞄准器，可爱猴子应该不太需要，冲锋枪锁起来 ，OK。完了，他们还没有进到那个圈内，我就已经打出去了。
样子打会有一个很大问题，就是我要自己想办法去捡啊东西。下面有树 ，OK， 没问题。OK， 炮台我们不需要。OK， 加速开奖，我们先拿这边，我们算一个星，加范围伤害，我觉得我可以。然后我们这边先把一个冲锋枪合成上去嘛，拿多一个冲锋枪，加多一点攻速，速度应该不太需要。哇哦 ，OK。再拿到一个冲锋枪，击退可以拿。这边还有一个冲锋枪，我们就先锁起来。OK， 刷着一次。好，没有我们要的 ，Let's go。那木乃伊被推到我看不到的地方。呀，我站着不动，我的回避。哎，等一下，我开始有拿那个东西，对不对？完了，我忘记了。等一下我看一下。啊，对，站立不动说20%回避，有。完完，那东西不见了，应该不用打太多。那一个，等一下我们在第十二波，戒指可以拿。喂，你刚打完了吧？没有完。感觉击退很重要，是。他击退基本上就拿，因为击退就只有一个道具会有，另外一个道具是捡击退加细血吧，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，有一个道具是捡击退加细血。目前看下来好像是没有问题啦，目前看下来好像。OK， 那多一点回避吗？我就 OK。我们回避目前只有20%，这样的话就只有26%。减多点速度我就不用吧。再打多一个变色龙的话，我们就有40%，对吧？40%可以，刷多一次，好，更多冲锋枪。哦，那触手没办法过来。被推得好远哦！生命截取，生命截取肯定要。我们生命截取6%，其实 OK 吧。我在用这冲锋枪，应该可以吧？那还是闪一下好了。OK， 这里再打更多范围伤害，多一把冲锋枪可以。再减7%的那个攻速好像有点不太优。
希望是我攻速多。我会不太喜欢打这里，感觉要不热 hell 了。其实不热 hell 的中文叫什么啊？有人知道吗？不热 hell 啊！就我现在这个画面，就我现在这个画面。地狱吗？应该不是吧。哇，有够难躲，不是我要说。再加更多运气吗？第十四波可以。加再生。其实我们加点再生好像也是可以，对不对？这个暖气好了，走吧。再多一把冲锋枪。Let's go, baby.还有点麻烦，还有点麻烦。我躲过一个子弹，不代表说我可以躲过全部子弹，好吗？我觉得我这边拿多点的速度好了，攻速好了，加运气减伤害吗？不用吧，太迟了，再更多的冲锋枪可以。我该说小肉瑟瑟发抖哎、欸，你们有什么？你们有什么想法吗？加多点伤害吧。子弹风暴啊！哎、欸，子弹风暴好像蛮不错听的，好就叫子弹风暴吧。我目前站着米洞的话，我闪避是46。没死，你们在干嘛？你们那么希望我死是不是？摔一次，说解算不要摔一次，范围伤害。OK， 17波，锁这个吗？我觉得应该还不需要，价格减减，伤害升一升，更多冲锋枪，这个拿起来，算了，弹跳。可是减35%伤害有点伤，我的去，为什么是这一只？好像也是哦。哦，可以。我打死他了。等一下，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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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再射，不要再射，子弹 stop， 子弹 stop，
什么都好，什么都好，不要子弹。我觉得我可以沾着沾着射，这个不要吧，算了。啊，哪都你铠甲吗？可以，我觉得铠甲没有问题。这个拿起来，这个我觉得 OK。可是这样子的话，我们范围会低，但范围低我觉得没有问题。这边我再合成，再拿多一把，再刷。这个我们也可以收起来。更多的生命截取，我觉得 OK。好。哇塞，哇塞，那是什么？这已经不叫冲锋枪了吧？这已经不叫冲锋枪了吧？这还叫冲锋枪吗？这已经不叫冲锋枪了吧？这已经不是冲锋枪了，各位观众。这把枪还叫冲锋枪？我觉得那这次稳过，不要不要不要毒奶我！这个我觉得可以拿。那这个就算了吧，这个就算了吧，先不拿了。再多一把冲锋枪，炸力不动加25%攻击，哎，加过25%攻速可以拿。OK， 我们需要更多的生命截取。第19波，完了，你们又帮我岔棋了，我觉得我等一下又要输了。哦，我差点看不到他在哪里。我怀疑你们差的棋子要生效了。OK， 我OK， 这两个棋拿起来刷新。我一把冲锋枪，我觉得可以。嗯，多一次。嗯，最后一次。哇，没有好东西。哇，你这个路障有点迟。所以我才讨厌用自制打啊！不行啦！啊！我真的很不会打后面，每次用这一只打后面肯定输，肯定输，我不知道为什么。哎呀，姐姐，我吐了，吐了，吐了！真的吐了。Thank you.